这张三万六是吗？他没有显示，对，不会吧？真的假的？他没有显示，必须刮出。有吗？有吗？慢慢就下去。十万块！我们有给算命师算过，所以我挑了一个天时地利人和，基本上都符合算命师所说，我这次有十足的把握，感觉我会中2000万，所以我这次在这边直接夸下贺来，假如我中2000万的话。我直接拿出1000万给留言的粉丝里面，这道面还是2000。那你们有多少？我有，请问你要多少？我想要刮100万。100万。对。我算一下，27本。OK。有吗？够吗？27本没有超过100万 ，OK 吗 ？OK， 好，那我就直接。我确认一下。哇。27本。每一年看到这么多本都觉得压力好大，所以加27本多少钱？27本97万。再补一本，那变超过100万。好的。对。28。哎，我跟大家讲一下，因为以前有看过刮刮的影片，大家知道，其实我个人是蛮懒的。我以前有时候有刮，但我也不常刮，就可能逢年过节刮一下。我基本上都直接刮 QR code， 没中奖。这声音很心碎。对，这是1000块。1000块的。这也是1000块。换你试试看。换我吗？对，蛮好玩的。来个2000万吧。喂，这是什么？36000是吗？这个是多少？它没有显示。它没有显示，对，不会吧？真的假的？它没有显示。好紧张。我看这一定超过10000，因为不会显示，一定超过10000。一万会显示，没有超过10000就不会显示。来，影片的重点来了。必须刮出，有吗？有吗？慢慢就下去。10万块。哎，这家店可以哦，刮出本店第一个大奖。好，最后我们把100多万的刮刮乐都刮完，总共504张。那跟大家公布一下数字，没中奖的151张，跟台彩公布的几率我觉得差不多，所以几率是正常。然后中奖348张，未授权就中大奖的有5张。那中奖348张的总共中63万整，刚好整数哦，63万。未授权就是要打税金给政府的，每10000块。的中奖金额只有79000多块的样子，然后我们有中一张大奖，就是10万块那一张，所以总金额中奖金额是741440块，所以我们目前拍这支片子拍了2个小时，我损失了259000块左右。有什么感想吗？但我不得不说，今年比去年好，我去年好像只刮68万，今年有比较进步一点，可以啦，托你的福好不好？安慰自己，刮一张10万块可以帮我补一下。